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无忧角的这个讲座啊。在前几期中，我们讲解了星位手角的各种变化。那么呢，从本期开始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无忧角的一些变化啊。无忧角呢，这个是流传了啊将近一个世纪吧，可以说将近一个世纪的一个手脚方法啊，一直到现在来说呢，还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实用，在实战中呢也是经常的这个出现。那么呢，我们就从本期开始呢，就无忧角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我们做一个呢这个研究。首先啊，对于无忧角呢，在没有周围没有子粒的情况下啊，黑棋没有继续没有子粒的情况下呢，我们看看白棋的常用手段啊。那么这个手段呢，想必大家呢也都清楚，那就是呢二路托啊，这个是二路托。二路托呢是对付啊无忧角啊，这个是适应手的一个最常见啊最常用的手段。嗯，大家都是肯定是在实战中呢也都下过啊，肯定都碰到过。那么接下来黑棋有哪些应法啊，白棋呢又该如何应对，那么我们就是本期研究的重点。首先黑棋的应法呢有四种啊，一种是呢退内搬，还有一种是外面退啊，外面搬。这主要呢就是这四种下法。那么呢，我们一一呢看过来。首先看黑棋呢，从里面退啊，从里面退呢，就是说呢是一个黑棋最稳健、最老实的这个下法啊。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呢加强这个脚步啊，不给呢白棋呢以太多的借用。接下来如果啊白棋搬啊，那么黑棋呢他肯定要夹住啊。大家注意，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搬呢是个熟手，因为你这么搬的话被白棋退，你再压啊白棋就退，这个白棋可以说是轻松的啊能够做活，这个是熟手。那么黑棋呢要走的话呢，一般来说呢是紧紧的夹住这个白棋，夹住白棋。那么当白棋如果长啊，黑棋就尖，把白棋呢作为一个整体的攻击目标。这个棋，白棋啊走的是会有些重啊，这个走的会有些重。白棋呢不是太好。那么当黑棋啊冷静的退一个的时候呢，白棋你继续脱先当然也可以啊。白棋要在这边走的话呢，应当啊是在这一带稍微远一点拆一个，稍微远一点拆一个，以后再从这里啊搬起来，以后再从这里搬起来。如果黑棋拆一啊，如果黑棋拆一，那么呢白棋呢就算了啊，在这其他地方行棋。相比之下等于呢白棋啊在这里拆了一个，黑棋呢只是拆了个一啊，没有这个拆二。那么呢这个地方呢白棋呢还是稍微得力一点，那就再往回走一个。不过呢也由于呢这两手啊，白棋呢稍亏啊，交换稍亏，黑棋呢就是说呢也呢挽回了一些这个猜疑的损失，根据情况呢黑棋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当往里退啊，在一般局面下呢，就是说呢还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是少见一点，属于呢非常稳健的一手啊。如果你在优势情况下，或者是在不想给白棋以过多利用的情况下，那么呢这个你可以选择呢冷静的退一个。那么第二种下法，这个内搬啊，这个是
就比较多了，这个就比较多了。类班的目的呢，就是说呢，以守角为主，啊，以守角为主，同时呢，也不让白棋这个子呢，有过多的借用。黑棋类班以后，白棋接下来的手段呢，大家需要注意啊，这个班是不是好棋啊？这个是有些这个熟手。那么你如果白棋外搬的话呢，黑棋就冷静的退一个，就是这样呢，白棋就是说没有什么大的便宜啊。本身这个角黑棋也非常结实，而白棋外面走了两个子呢，以后不管怎么拆啊，如果你拆二，那么黑棋就从外面逼住你啊，牢牢逼住你。这个白棋在这里比较居处啊，比较居处。如果拆三，啊，那么黑棋就打入啊，黑棋就打入。挪开这两个来看啊，就等于黑棋拆了个二啊，那么白棋你靠两下呢，这个呢没有什么便宜，没有什么便宜。所以当黑棋类扳的时候，白棋啊，这个接下来最好的手段，或者说最有利的手段，是加啊，这个是这个拖以后他肋班再加，这个是一白棋连贯的好手，连贯的好手。黑棋当然不能挡，这一挡被白棋打，这个就是说不像话啊，这个被打以后，这个棋形就萎缩多了啊，和这个相比就差得很多，和这样相比差得很多。那么黑棋肯定不能挡，不能挡的话呢，黑棋呢就是只有粘啊，只有粘上。藏这个当然也不行了，藏这个一冲啊，被冲穿了。那么黑棋呢只有粘，只有相对委屈的这个粘一个。然后接下来呢，白棋跳啊，白棋跳。大家注意，这个棋千万不能去搬啊，这个搬就走的这些重，被黑棋一断啊，这个白棋不好办啊。甚至于来说，黑棋还更凶一点的，可以加。白棋啊，要走的话呢是跳一个，跳一个。白棋要走的话是轻灵的跳一个。接下来呢，黑棋长。黑棋如果不走啊，黑棋如果不走，那白棋虎住，这个有先手味道，这个有先手。白棋形状非常的好，而且马上呢，这里还有冲断的余味，这个黑棋呢，不能接受，所以呢，黑棋要藏一个。经此一些几手交换以后呢，白棋呢就可以暂时呢，脱先。啊，脱先他继续在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行棋。那么这个结果来说呢，作为白棋来讲啊，通过这一加啊和里面交换，和跳和长的交换，白棋可以说呢，先手啊达到了压缩这块黑棋的，压缩黑棋这个无忧角的目的啊。这两个交换呢，白棋也不损啊，这两个交换白棋也不损。先手达到压缩这个黑棋无忧角的目的，白棋呢，以后让黑棋啊在中间有模样的时候，或者是有发展的时候呢，能够啊在中间多几个子，起到这个接应的手段。这个棋的结果呢，就是说呢，白棋压缩了黑棋，但是呢，黑棋它的实地啊也非常的结实。这个棋的运用呢，一般呢，白棋呢是在这个当黑棋有模样啊，或者自己这当黑棋在这里有模样或者是有发展的情况下呢，抢先的压缩一下黑棋。从目数上来讲呢，白棋是比较还是有点吃亏的，还是有点吃亏的。所以呢，在实战中运用的时候啊，白棋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段，因为如果当黑棋外面没有模样啊，这个外势没有什么用的时候，那么这个你这个加和跳的手段就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合适了，因为在木梳上来说呢，你把黑棋呢走得比较坚实啊，比较坚实。这个是黑棋内扳一个变化啊。那么黑棋，不管是里面退还是扳，现在的下法呢，就是说越来越少啊，因为这个是毕竟是防守性的。现在稍微多一点的呢，啊，是从外面来啊，肯定是要黑棋啊，从这个心情上也有这个反击的心情。那么外面退就是一个其中之一的。外面退呢，主要是以外面啊，照顾外面为主，放弃呢这个脚上的实地。虽说这个放弃脚上的实地啊，虽说放弃脚上的实地呢，但是白棋呢也不要呢这个轻易的啊在里面这个去做活。白棋接下来的招法呢，普通是啊二路爬，然后呢黑棋在内扳啊，在内扳。这两手交换的好处呢，就在于第一，让白棋呢不太好整形啊。第二个更关键的就是说呢，白棋把白棋啊这两个手交换以后，把白棋这个本来一个子走重了，变成两个子了，变成不能脱身了啊，不好脱身了。如果就是说正常的这样的话啊，白棋可以不走。那么由此交换以后呢，白棋就可以说是无法脱先啊。如果你脱先，他再拆一拆，都吃掉的话，这两个损失就太大了。所以白棋呢变成必须继续得走，那么呢黑棋再加卒啊，这个和刚才那个一样啊，也不能搬，这搬都是熟手，再加卒啊，整体对白棋进行攻击啊。这个呢黑棋呢也是可以，也是不错的下法啊，也是不错的下法。白棋如果你实在啊不想暂时跑出来呢，那你呢在他退的时候就不要走啊，那么以后黑棋呢拐下来，这个黑棋补，白棋这其实这个损失呢也不小。还有一种下法呢，就是说扳啊，扳这个，扳这个的时候呢，这里大家就是比较容易犯一个错误啊。扳的时候很多呢，棋友呢都是去顶一个，其实这顶一个呢，并不是很好啊，并不是很好。当然白棋接下来啊，这个力是能活脚的啊，力是能活脚的，但是这个活脚是我就是万万不能接受，因为你活脚以后被黑棋一拐啊，这个脚活的太小了，只能虎着活。那么接下来黑棋先立啊，黑棋先立是这个形状要点，然后挡住。啊，这个等于就是里面啊才活了两目棋，外面被黑棋厚实的封住，这个白棋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当黑棋顶的时候啊，白棋它是不会活脚，它是会爬。这时候如果你黑棋再退，那么我立下去活，这个比起刚才来说就活的呢要大很多，对吧，要大的非常多，这个是白棋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啊，不是黑棋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么作为黑棋来讲，它呢也就只有啊从里面二路打吃啊，从这个二路打吃。那么这个二路打吃呢，就是说呢，白棋再从外面搬出来啊，白棋呢再从外面搬出来，当黑棋在加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啊，比较清楚的看到脚上断了一个以后，这个是会有非常大的区别啊。那么区别在哪呢？就是白棋的这个长啊会变成一个先手啊，就是说白棋立下去，黑棋挡住啊，白棋呢不管是跳还是长，
这个段和这个顶的这个交换会差的是非常的多啊，会差的非常的多。我们可以看一眼啊，比较一下刚才的形状啊。本来白棋断这个啊，黑棋作为黑棋来说呢，无论如何它是会打在这里的，不是打在这里。这样呢，我们或许大家就会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说黑棋这个顶啊是有问题的。那么当白棋搬的时候，黑棋的这个正确的下法呢是拐一个啊，拐一个呢这个比较好。拐完以后呢，那么白棋呢要想活角啊，就黑棋就退啊，简单的就退啊。当然了，如果周边有子的情况下啊，还有可能立啊，就说你拐它飞，这个当然是需要周边啊有这个有子接应的情况下啊，有子接应的情况下。不过即使黑棋退啊，这个白棋呢也还比较困难，也还比较困难。白棋搬一个，黑棋搬住，白棋粘，黑棋就老老实实啊，就算虎一个。当然了，周边子弟多也可以考虑杀他，这个就算老老实实虎一个，白棋接上。这个黑棋外势呢也非常的完整啊，非常的完整。嗯，白棋呢这个角啊活的还是比较小。总的来讲啊，其中单顶的时候途中还有一些变化。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白棋这个扳，白棋这个扳啊，这个不是太好啊，白棋这个扳不是太好。所以呢，白棋普通的话呢，还是应该啊爬出来直接爬。好，我们呢看看最后一种黑棋外扳。外扳呢可以说是用的最多啊，也是最常见的一个下法。搬完以后白棋啊也没什么好说的，唯一的利用就是只有断。那么断的时候呢，黑棋如果去只是直接贪吃掉这个子，这个不好。你只是贪吃的话呢，这个显得呢有点这个委屈啊，因为白棋可以上面一打啊，在下面一打啊，这两打的利用，这个白棋是非常舒服的啊。黑棋呢只是在里面提了一个子啊，白棋呢可以脱先啊，也可以以后啊走出来重新处理。大家注意要把这几个子重新处理啊，以后就算黑棋不管怎么打都是可以弃掉的。但是脱先也可以，这个呢就是黑棋在这个里面啊提朵花，这个是比较委屈的。所以一般来说呢，当白棋断的时候啊，黑棋是不会从里面打的。现在流行最多的下法呢，就是黑棋从外面打啊，从外面打。可以给在这给大家摆一个我们常见的布局啊，常见的布局啊，结合这个一下。白棋小目无有角的时候啊，黑棋小目无有角的时候，白棋挂啊，这是我们在棋谱中啊实战中经常能见到的啊。然后呢白棋拖啊，黑棋扳，白棋断，黑棋打啊，黑棋打这个，这是当白棋脱断的时候，黑棋呢，目前来说下的最多的就打，然后呢爬，啊，白棋退，黑棋呢再爬，啊，白退，这个呢。
途中呢，双方呢都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然后黑棋再退啊。从这个局部来说呢，就是说呢，黑棋的目数还是保障到啊，黑棋的目数还是保障到。虽然呢爬了两下二路，但是呢，由于这外面这四个子还不一定，就是说呢是很安全，不一定很安全，还需要呢往回走一个啊，就是像我们常见的实战一样，白棋还要张上拆回来，白棋还要张上拆回来，那么呢黑棋可以说呢也是呢有一定的收获啊，黑棋这里实地还是保住了，这个面啊这个面的发展也保住了，那么呢也逼迫你白棋后手呢走一个，这个黑棋呢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作为白棋来讲呢，就是说呢这一串和这一串的交换呢，它主要达到了一个限制黑棋以后这个无忧角扩张和发展的余地啊，同时呢也让你呢在底下呢爬了几个二路，白棋呢就是说呢也没什么坏，这是一个呢标准的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形状，在实战中呢也会经常出现，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呢牢记的啊，需要牢记的，就是说当白棋拖无忧角啊，拖无忧角黑棋外帮白棋断的时候，黑棋打了爬啊，是双方啊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啊，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那么除此之外呢，黑棋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强硬的下法啊，一个是退，这个退就是说呢一定要抢占外面，不让你在外面啊把角上弃了转身，那么白棋呢势必要打下去，黑棋立，白棋冲，黑棋立啊，虽然这个这边被白棋冲穿了啊，但是黑棋呢在这边呢所得也不小啊，所得也不小。那么黑棋接下来打吃啊，白棋打吃啊，黑棋提掉，提掉啊，或者说是藏一个啊，这个根据情况来看。提掉呢，它就是以攻击为目的啊，白棋粘上，然后呢，黑棋以后再从这一带啊，或者说是这一带来继续呢压迫这个白棋。这个下法呢在实战中呢也是经常出现，这个就是说要看黑棋的这个对白棋的攻击的情况啊，因为毕竟呢这个被冲下去以后呢在这个实地上黑棋损失还是呢还是有一定的损失，不过呢它由于外面提了以后呢也还是比较的厚啊，这个黑棋呢要根据全局看看对这个白棋啊攻击能够起到收到多大的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黑棋退啊，黑棋退，黑棋刚才退啊，你打四的时候我退你粘呢，那么这个呢情况也不一样，这个呢它拐过去，这个可能呢就是完全以这边啊有模样的一种相对来说呢稍微特殊一点的下法啊，特殊一点的下法，比方说这边有几个子了啊，有一两个子了，这个时候这边以后拐了头以后这个模样会比较大啊，会比较大，这个呢就是说黑棋呢可以呢也是可以考虑。还有一种，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种稍微更加激烈一点的下法，黑棋呢在最近的啊比赛中呢也是出现过，那就是呢黑棋直接打啊，把你白棋都走中，你白棋这个只有退，然后我再接上，可以说呢这个是完全的舍弃了目数啊，完全的舍弃了目，让你冲下去啊，让你冲下去，这个白棋也无法脱身了，现在是这个目数黑棋是比较损的啊，大家注意，因为被白棋第一这里穿下去了，第二你这个打了
啊，跟刚才交换，你不能吃到这个子以后呢，马上这个白棋脚上还有先手加的关子啊。总的来说呢，这个黑棋下法目数非常少，但是他强调的一点就是，接下来飞起来啊，强行攻击你这块。这个呢，就是说是非常这个强硬的一种姿态啊，非常强硬的一种姿态。就是呢，不让你从你这个脱断以后，不让你脱身啊，不让白棋脱身，直接呢就对你进行攻击。这个呢是有一定的风险啊，大家去采取这个图的话，黑棋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等于以后是这样，我们把它看看，黑棋脚上的木几乎就全没了，啊，几乎就全没了。这种下法呢，在黑棋啊周边，这个周边，要不然呢就是有子接应啊，要不然呢就是说呢。在别的地方啊，或者这里等等，白棋呢还有一块孤棋要被黑棋纠缠，这样的是在某些局面下，黑棋这样下呢，非常的有利。如果你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话呢，那么啊，黑棋可以采取这个下法。这个下法黑棋有点好处呢，就是白棋呢一直啊无法脱身，无法脱线，只能是呢，被黑棋逼着呢这么来。这个是大家呢也可以啊，在某些局面下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情况啊。好，我们最后呢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啊，简单的总结一下。白棋阿鲁托啊是我们常用的下法啊，当然是也是可以的。那么呢，黑棋里面退和里面搬都是很稳健的守住地的下法啊。你在实战中怕麻烦，或者是在觉得在优势情况下啊，可以选择这两种下法。单于外面长啊，是注重外势啊，注重这个外势啊。当外面有模样或者形式的时候呢，这个长是不错的啊，这个长是不错的。最流行的啊，当布局初期或者说外势也没什么太用，直接反击的话呢，那么这个外面扳。现在是这个下法最多的啊，流行下法最多的，出现的频率呢也是最高的。对这个呢，大家呢，然后白棋断啊，黑棋呢打了爬啊，这个是属于呢平淡，黑棋呢是双方啊，黑白双方呢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下法啊。在某些情况下，黑棋如果攻击啊或者是比较厚，能够发生攻击有力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呢可以采取长或者是强硬的打的这个下法。这个呢也就是白棋拖后黑棋四种主要应用法的一些变化。希望大家呢通过听完本期的讲座呢，对这个无忧角啊阿鲁托的一些变化呢能够呢有所掌握，在实战中呢正确运用。本期讲座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或者是发音妙耳给我们呢，我们呢尽能力啊给予这个解答。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这里是您。